Hello， こんにちは ，KT です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北海道的沙川スナガワ。那你个有没有那スイーツ？そうね。今日はスイーツとファームレストランに行きましょう。对，还要去一个叫做岩濑牧场的地方出发。ソラチは米どころだから、今田んぼにいっぱい米の苗が植えてあるよ。这边是北海道盛产稻米最多的地方，岩濑牧场。哎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岩濑牧场这边附近，这边有一个餐厅，这是一个小木屋，外观看起来还不错吧？在岩濑牧场这边。让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菜单，不会很贵哦。这边的一些有一些意大利面，价格差不多都在1000日币左右，而且还有披萨，还有披萨可以点，还有一些甜点之类的。哦，我们点的意大利面来了，看这个意大利面，哇塞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tomato， 嗯 ，tomato 起子 ，tomato， 哇，而且还有这个焗烤马铃薯，哦，いただきましょうか。哎。こっちはソフトクリーム食べれますね。食べれますよ。スイーツの店？まあそうかな。ちょっと中入ってみましょう。食後のデザート。这边是它是在岩濑牧场旁边的，这边可以吃甜点的店哦。刚才那边是我们去的餐厅，这边是甜点店，可以看到这个、哦。烤，烤牛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个沙川的这边高速公路休息站，这是一个蛮大的休息站。北果楼的 soft cream 也是很有名的，来看一下还有些什么啦。我们在沙川休息站这边要来吃鸡腿，这边的炸鸡腿还蛮好吃的哦。哇，大きいね。大きいの？そうでもないかな。我现在吃看看，吃鸡腿一定要配可乐。这个鸡腿是多出来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。嗯。多汁哦。看这个，好多汁哦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到了，这个是沙川这附近，像河滨公园的地方。こちらどこだっけ？どこだっけ？こっちは今砂川のオアシスパークっていうところに行こうとしてます。オアシスパーク。はい、天気まあいいじゃない？ね。少し曇りだけど。雲が多いね。しかも人はいないね。全然いない。没有人。我觉得这里感觉真的很空旷哦，心旷神怡哦。哇，看今天的天空。哇，気持ちいいね。そうだ、いいじゃない。